今年都旗鼓所主办的第二场大型就业博览会，这个月十五号嘛，就是这个礼拜六，特别在盛华文康娱乐中心来举办。这个是提供了6000多的工作机会，除了讲会当现场来找头路以外，无办法前来现场的民众，买当使用旗鼓的工具，熟悉地的线顶精彩专区来做面试。欢迎大家来台南吃头路，过生活。三二一，请行动。启动乡镇一举重地的神话第三光文稿，祝贺求职者就业成功。旗鼓乐工桥这份就业服务中心今年办理的第二场大型人才活动，准备在神话文康娱乐中心登场。这次总共提供6000多的工作机会，并且协助求职者适配实际的资讯等服务。而市长韦特也热烈邀请大家来台南吃头路。根据这个就服这个就业软体的公司人力银行公司，他们所做的网络民调，有40%的年轻人他们希望也来想望到台南来工作。那我们这个部分对台南是一个蛮正面的讯息，所以我们很希望说各位好朋友，其实在台南不管是绿能，不管是半导体产业或者是传统产业的优化的过程中，其实都有需要大量的工作人的工作职缺释出，那也希望说大家一起来台南。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，若是无方便到求职现场，也是伫外地无方便到台南的民众，毋免烦恼。乐工局提供了大型的服务，设置了线顶人才专区，予求职者远距离面试的机会。另外，市员因爱打理，为着帮助原住民的朋友，也伫网络上提供了相关的服务，予找工作更加方便。我们在台南的族人其实很重要一个事情就是就业这个问题，就业跟找房子，所以我们特别做了一个 LINE AD 的一个官方网站。那在这个 LINE 的里面呢，我们很轻易的就可以透过这个手指点一点就可以找到合适的工作，找到合适的住房。那希望说能够帮台南的原住民多做一点什么事情，甚至欢迎外县市的原住民也一起加入到我们台南这个大家庭。这次的就业博览会将在8月15日登场，欢迎大家也是想要转职的民众把握机会，来找适合家己的工作，做伙在台南过生活。记者林玉娟、范家轩、齐进虎采访报道。